那时群众中有些人说，这真是那位先知；另一些人说，他是基督。可是也有人说，基督会来自加利纳亚吗？经上不是说，基督来自达美的后代，生于达美的本乡白冷吗？人们便因他而起了纷争，有人想要找他，可是没有人下手。那些差役回去，司祭长和法利塞人便对他们说，怎么没有把他带来？差役们回答说，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讲话。法利塞人说，你们也被迷惑了吗？难道在首长或法利塞人中间也有人信了他吗？这些不认识法律的群众是可诅咒的。但他们中间有一个人，就是以前去见耶稣的尼柯德摩，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法律允许不经审问和调查就定人的罪吗？他们回答说，难道你也来自加利纳亚吗？你去考察一下，就会知道没有先知是来自加利纳亚的。众人便各自回家去了。